四年四十平左右，这个有一辆车辆在进入小区门口时，突然间停了下来。过了有两分钟，他打开了后备箱，这个从后备箱拿出一块，可能是像布的一样的东西，将那个车辆的这个前排进行了遮挡。种种这个迹象呢，表明他的行为，就是说很反常。遮挡完号牌以后，这个进入到小区，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基本上去断定这辆车辆这个嫌疑最大。在家中，并起获了这个盆景一盆，违法嫌疑人李某到案后，对自己盗窃盆景的行为呢供认不讳。这个李某说呢，当时就看这个盆景大，把自己的朋友约在一起，让他帮忙把这个盆景给他这个盗走了。这样，我们对马某又进行抓获。抓获后，这个马某呢不信不疑，说呢这个当时制止了之后帮朋友忙，没想到之后也跟着之后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。